我们的两位学妹，今天热身赛两位学妹一起来参与，也是来帮自己复习应援了。伊卡来了，刚从篮球下班，对，他也来热身赛练习了，没错，要来实习一下。这边就是副班，就是休息室。其实很温馨的感觉，因为大家都在这个休息室里。但如果真的是挤三四人，我们应该会数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乐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乐晴。子轩，我们现在人在热身赛，今天是乐天桃园对上富邦勇。富邦悍将，差点讲成勇士 ，My God！ 今天热身赛呢，我们派出三位女孩，也就是子轩、李云以及曲曲。但今天不止他们三个，其实我们还有几个学妹一起在场边缘，因为热身赛就是练习的时刻。去年是不是你们也在热身赛练习？没错，学姐有没有跟上？我是前年。今年热身赛变成有那个官方有请女孩来，对，去年是我们是自主练习的。哦，那今年的很棒，今年还热身赛来看到那女孩，太赞了。所以今天乐天就派上三个乐天女孩，富邦也有，所以今天的规格算是走以前的规模，就是一垒跟三垒都有拉队，而且是不同的拉队。加油啦，期待啦，球赛开始啦！这是我们的两位学妹，今天热身赛两位学妹一起来参与，也是来帮自己复习应援啦。因为下周就要上了，紧张吗？很紧张，很可怕，还没有很熟悉，没关系，今天刚好就让自己来就是练习一下，刚好也走一下流程啦。Try 呢？我超级紧张，我每天晚上都盗汗。睡不着觉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一段时间你们就会觉得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。真的，没关系，待会还会再来一个学妹，就是 Mika。Mika 刚从篮球那边结束要回来了，我们也一起来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耶！好，我们要得分了！耶、！我们就拿下一分，好的，看只是剩多一半。哎呦哎呦，我们再拿下一分。朱雨贤起来，朱雨贤。全雷打了，但没关系，现在呢我们的比数还是领先的，现在的比数是3-1，我们依旧领先，不要紧张，稳住稳住。觉得今天超酷的，因为对面又有啦啦队在跳。第三局开始，林地的我Angels 的地盘，欢迎光临，来，欢迎我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我是 Jessie。
Hello， 我是富邦腿蛇柠檬。哇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维新。维新，我是 JC 仙女。我是校园女神。哎、欸，太多了，各位，太多了。我是舞蹈担当。太多太多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是舞蹈总监陆小庆。Yeah. 好啦，我们今天是热身赛，我觉得最特别一点就是两边都有啦啦队应援。不同的感觉、嗯，对，因为我们坐的时候就可以看你们在跳，嗯、然后我们就觉得、嗯、哦，好新鲜哦。对，其实我们坐在旁边看你们应援，我们也觉得很新鲜，很有趣，因为都是互相在学习对方的应援，拖一下对方的东西，就这样一个拿一个拿一个这样子，是，而且动作越来越像，对，越来越像，音乐越来越像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拿高一点，你看一下我们两个脚。哎、欸，我没发现，不好意思，原来。主人太矮了，谢谢我、欸。我们要站起来了，我们要站起来了。我深深，我往前点，我深深的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戴，就是为了不要让我手太酸，他们全部都蹲下。太好了啦！而且我们今天的休息室是乐天、加上富邦 Angels， 我们进到富邦 Angels 的休息室哎、欸，哇，好小、喔。我们没有三十几个人啊！哦，对啦，對啊、我们女孩是三十四个，没错。而且我们今年的开幕战就在新庄棒球场、哦。当我想到三十四位要挤在那个小小的，我就觉得不能呼吸。没有，你就看那个有没有学姐学妹制，然后看学姐有没有比较讨厌哪个学妹，就把她安排去厕所，就坐外面。因为我以为只能坐外面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有他们厕所拉出来这样，他们厕所是真的很大。好了，我们要进去休息室啦，走。这边就是富邦 Angels 的休息室，其实很温馨的感觉，因为大家都在这个休息室里。但如果真的是挤三四人，我们应该会数掉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大家的休息时间，待会下半场再继续上场。曲艺学姐，你像在淋雨一样，我很认真的在跳热身赛，非常好的示范、就是。对，就全力以赴。啊，我可能就跳热身赛了。开始就交给学妹们了，有没有认真练习？哎、欸，观摩学习如何？你们很棒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好棒。你们也会长这样。对对对，不是只有我。我这个笑容会不会爆音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之后没有跳到像朱丽叶一样的话，那就跳补赛，就是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但是我的脸不太会流汗，所以可能不会。我们会看细节啊，印象啊，然后对。那我下的时候我会直接有拿游泳池，我会闻看。我想要问你一件很好笑的事情。好。请问你们后面那个抱枕是卖不出去吗？但是我们一人都有一颗、oh. 对，然后是留给女孩的、oh. 我是卖不出去好不好、oh. 你认识还有我的、欸、对啊，然后还有我的，也有 Jessie 的、oh, 原来是女孩自己收藏的啊，干嘛不带回家放在这里啦，把人家卖掉啊，就是卖不出去嘛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要来拍富邦 Angels 会拍抖音的地方，就是在这拍的。原来富邦 Angels 的 Reels 跟短影都在这，我们今天要来参与了。各位大声说，说太矮了，有吗？啊，的确的确，蛮矮。我们害我要蛮矮了。已经在七下了，领先中，加油加油！希望今天热身赛能够拿下胜利。加油加油！哦耶，深圳！神明会站在我这边，只要相信着。肩并肩，肩并臂，手心面，让天桃源勇往直前。Go Run， 古天桃源，神明会站在我这边，只要相信着。We are getting hands together， 肩并肩，肩并臂，手心面，让天桃源勇往直前。跑到二垒了，来哦！
热身赛带学妹练习，那总监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有待加强啦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开幕战还是要给大家好的。真是严格的总监，但是他们实力不是很深厚，所以应该不用担心，对不对？实力不是很深厚才要担心吧？我说他们实力很深厚啦，我说他们实力没关系。那我开幕战我就把八手枪全部放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 啊、哦，等你们来挑战。球赛已经到了第九局喽，加油！现在是3-1领先中，只要稳住就没事。热领导方，哎呀，可惜九上结束。没事，下半局最后的下半局，只要守住就拿下胜利了。总监。是，我要抱怨一下，为什么我去年都没办法，就是没有人教我跳舞。今年就有人教你们吗？没有人教啊，我看到有人教，我觉得好幸福啊。我那天我又不会跳舞，然后我看那些影片学得很痛苦。那今年应该不用了吧？你都已经晋升到学长的部分，还需要人家教吗？我是学弟弟。那 Abby 从不会一直到现在也是变厉害了啦，连主持都越来越棒了。谢谢。各位，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了。加油啦！加油！里面有转播，我们去里面。对，我们去里面迎接胜利。不是吧？我们才回来，然后他们就饿了又冷。接！耶！好了好了，好美了。My God！ 哎呦！不要这样子，拜托！现在3-2了，他们现在饿了又冷，现在还在一出局。加油啊！真的要守住。不会，我们要对我们的球员有信心。走，直接 double play， 加油！现在超级屏气凝神，手赛，看万千人加油！这热身赛啊，为什么打成这样？好累啊！加油！赢一局，赢一局，真的！厉害！哇！出去了吗？对啊！哇，可以！又被逆转。哎呦，被你转快，没有啊，今天没事啦，玩嘛。啊，我以为我今天会开心的迎接胜利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也想说，我来这边要迎接胜利，就你们都，我们明天来一场，明天加油。好，明天加油，明天加油啊！好的，球赛结束了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，被逆转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明天还有热身赛，加油！我跟你们讲，热身赛只是热身赛，开幕战我们就给他赢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幕之后会一反风顺，没错，会超级厉害，并变掉。是在历练，是历练，而且我们有很多新球员，这时候就是他们在历练的开始，对，默契，没错，暖身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还有一场热身赛，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幕战见了，也是一样是在新庄棒球。没错，331见。对，331见啦。然后今天也有学妹们来热身赛参与，希望他们在未来的球赛可以有良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好啦，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要记得用超级感谢支持我哟，拜拜。